嗨，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善坤博士。今天赵博士要和同学们分享学生如何远离毒品。同学们，毒品真的好可怕。人们一旦染上了毒品，精神就会开始堕落。毒品会无情地破坏着人们的家庭生活，因此，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，谨慎地防备它，远离它。第一，要洁身自爱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，追求健康的生活情趣，识破毒品诱惑，坚决抵制毒品的侵略。第二，要慎重交友，不能意气用事，发现朋友吸毒要及时劝阻，当我们无计可施时就该远离他。第三，多参加反毒活动，让自己彻底的认识毒品的危害性，增强反毒意识和反毒信心。第四，要加强学习，让知识来充实自己，优化自己的心态，从中找到反毒的方法。反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，我们应该注重毒品预防的宣传教育，让反毒的知识走进家庭，走进社区，包括走进一些公共场所。毒品一日不绝，我们的反毒运动就不应该停止。好，赵博士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赵博士希望同学们学习愉快，加油哦，拜拜。